谢谢，我也爱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在这里呢，要谢谢这个 Lucky 这个集团，因为这个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专辑里面一首歌叫做《莫忘初衷》，我们当初的梦想就是在台上唱歌，他们当初的梦想就是要让艺人站在台上唱歌，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邀请我们到各个地方去表演，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 Galaxy 银河的这个集团，我们的 Alan 在那里，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要不然大家见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到大家，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他。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华研唱片公司有最红的艺人有谁？等你 S 七一，等你火车第二名 ，S 七一第一名，第二名，谢谢。然后我们还要再谢谢我们的 Galaxy 银河集团，然后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整个音乐的工程，我们的这个音乐的这个节目的监制晚角创意工作室，我们还要再谢谢我们的这个合作的电台 My FM Melody FM， 还有特别我们谢谢这个 BP Healthcare， 还有 Baradam。More， 还有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能干的、非常伟大的我们的导演小伟在后面，还有我们这个音乐总监，我们这个金曲制作人，我们这个文中，还有我们这个舞台的总监小黑，那我们现场执行的有铁熊、丽妮，还有 Taco， 还有我们的这个音控师阿国、乐咖、小锦。还有我们这个嘉明，还有我们这个我们在台上呢，为了表现非常的有自信的，我们邀请了我们两位这个造型师，一个是杰米，然后一个是凯杰，然后我们的发型师是 Robin 跟 Joyce。那我们的嘉宾，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次这个来帮我们这个演唱的，那个我女儿最喜欢的 Papi Lady。我们非常谢谢他们能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演这个动力火车的演唱会。当然呢，这个我们在这里最谢谢的还是台下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刚刚谢谢的，我们当然谢谢他们，但是我们还是最要谢谢这个台下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来看我们的演唱会，让我们在这边过得非常愉快的一个夜晚。希望大家今天也非常愉快。那在这边祝福各位，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唱这首最后一首歌曲《忠孝东路走九遍》。